大家好，我是阿鹏，让你们看一下我的蜜蜂。这个蜜蜂就放在这里就行了，它自己就会跑到那个山上去采那个花，采那个花粉回来，然后呢住一段时间就会有蜜糖了。这个小蜜蜂特别多，躲在里面，只要它看了有这几个大字在里面，它就特别爱来这里。这蜜蜂密密麻麻的，就拿这种给那个蜜蜂，把那个蜜糖就装在这个里面，以后再去雨水，那个蜜糖就跑出来了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蜜蜂的，蜜蜂的糖。给你们看的这蜜蜂，蜜蜂，我就怕我，那个蜜糖就在那个里面，躲在那个里面，以后就拿出来采蜜。看了就怕，不要给它追着我，追着就满头就会肿起来。好多小蜜蜂，你们看，这里是那个金银花的蜜糖，金银花的蜜糖特别好一点啊。看那个蜂口。这里就很多蜜蜂在这里飞来飞去的，他们都守住那个门口，一般的不小心还会被追呀。这些蜜蜂，这个给你们看一下，这边这个也很多的吧。这里这个蜜蜂躲这里，你看，这小蜜蜂，小蜜蜂很勤快的哦，勤快的小蜜蜂。你看。